为着要迎接情人节的来到，云林县政府今仔日特别跟剑湖山世界共同合作，由县长张丽仙率领广固团队来启动幸福摩天轮，希望借着去年高雄市长韩国瑜提出爱情摩天轮的风潮，将观光旅游和民生结合，推动云林县的幸福产业链，让云林成为台湾摩天轮主题旅游的起点。接着去年高雄爱情摩天轮的风潮，云林县长张丽仙趁着9月14号情人节来到进前，带领着县府团队来到国庆乡的剑湖山，共同启动幸福摩天轮的活动。在跨年晚会的时候呢，我们在全台海拔最高的剑湖山的这个幸福摩天轮，我们正式宣布2019年云林幸福元年的这个启动之日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延续性的，我们希望在情人节的前夕，真正让有情人呢能够在云林县遇见幸福，看到幸福，甚至享受各方面的幸福。为了配合管护幸福摩天轮的活动，业者都要在横区设立管内上大张的结婚证书，和民众会当来翕相纪念，更是推出真侪的优惠活动。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有这个荣幸来配合县政府县长的一个幸福元年云林上场的一个政策，然后我们来正式推动全国第一座的幸福摩天轮。我们剑湖山世界里也推出了许多的优惠的配合的方案。张丽仙表示，云林县有山有海，真侪所在拢非常适合民众来旅游。未来县府也会继续将县内美丽景点来做整合，让更加侪人会当来到云林佚佗，体验幸福的滋味。在观光旅游休闲的部分呢，我们已经着手在规划整个路线。现在我们目前云林县已经在所有的这网路大概有20点是网路所有的人非常青睐的地方哈。那 Google 一下呢你大概就知道说你来到云林县，我想你一天玩不完。依靠看剑湖山幸福摩天轮为旅游的起点，未来政府也陆续推动云林县的幸福产业链，希望会当将观光和资源带入云林。幸福摩天轮，云林上场。记者江怡采访报道。